现在来开箱这个 camera adapter，这个就是我在台湾买的哈，880。这个是在三创的 PJI 来买的。逆光的有一点，好，就是这个可爱的小东西，还可以让 Sony 的相机连接，看得清楚吗？这样子，好像对不到焦哈，没关系，那就试一下吧。先把这个，这是 DV 10啊，这个完蛋了，被扯掉。你看啊，看这个装在，它是这样子，会不会挡住啊？好像不确定，不确定。那这样怎么玩？拆掉吗？对，拆掉看看。DV10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。这边还有一个固定的哈，还有一个固定的。先看能不能后退一点点，哦，不行，这个会可能会连接不到，要把它缩回去看看。好，来试试看啊，这个是。麦克风了哈，没有什么这个亮起来，好，通上去，这个拿掉，这个给它卡上去，开机，它会联动开机。没有联动开机，说是会联动开机哈，啊，还没有，繁体中文，好，先简单设定哈，好，哎，这样子有声音了，这样有用吗？哎，这样有用哦，可以哦，好，来录一段啊，录一段最准哈。AI Mic 2的转接座，然后应该是，这边有显示哈，这边有显示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个，直接拿出来就那个嘞，说说看，等一下就知道了哈，好，那先这样喽。这样子很简单哈，停止录影。